之前很多朋友在 VIP 浏览器中评论，要有固而且要有缓存功能的。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免费影视剧和点播蜗牛影视首页以及各大主流影视平台页面图，功能还算全面，主要是优酷还有缓存功能，是大家一直想要的。很多电视剧或电影都是独播的，其他平台看不到。下面这部电视剧为例，只能优酷看，而且还是 VIP 电视剧，基本支持所有主流视频网站的缓存下载，网速好的情况下同时缓存多部高清视频，毫无压力。再强调一点，里面播放有多个路线可切换，默认是路线一，如果服务器崩溃切换其他路线即可。还可以看直播、卫视、影视、少儿、央视、音乐、港澳台等等，和电视机是同步的。温馨提示，首次进入加载有点慢，播放13至5秒缓冲，取决于网络，其他没什么毛病。喜欢记得给伟兄一个关注，祝您玩得愉快。获取方式，转发关注后私信回复215，注意是私信不是留言。喜欢的转发关注，伟兄专注分享手机实用干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